经理，这合同啊，按这个签。好的。啊，哎，小丹，什么事啊？哦，这我来找你聊一下十一期绿化的事情。经理，我有点事想跟你汇报一下。什么事啊？啊，没事，小丹自己人，你说。昨天那晚上半夜三更有两个鬼鬼祟祟跑进公司，把灯一关，还要玩十一期。经理，那是我手机啊。哎，你手机视频在哪里啊？我手机都被你摔烂了，还怎么看视频？谁把你手机摔坏了？就不刚刚你摔的。我啊？小薇啊，这你手机明明就是老化了嘛。我手机老化了。对嘛，你手机老化就老化了嘛，还说我摔坏的。来来，我正好这里有一部，拿去。啊。好的，谢谢。小薇啊，你做得很好，很正直。像你这种员工啊，必须得到奖励。现在我去把你从保安队长调到一号岗位去做门卫。谢谢。你这旧手机我就帮你丢了啊。经理，要不我先过去。啊，行。经理，这小薇还挺正直哈。还行。经理，不对呀，我好像被降职了。给我滚出去！经理，这小薇也没错呀。他是能把我和琪琪录住了啊。所以说啊，做任何事情。你心里面有度，对不对嘛？对对对，少说话，多做事。那经理，我先回去了哈。